就是，那你给我什么建议，我会再去行的。你不写放松吗？放松喝茶嘛。回家放松喝茶。回家再说，现在在这儿嘛，你还没回呢，你为什么想回家的事？按住当下，每一刹那都是你在这儿就想这儿的事，回家在店里就想店里卖货的事儿，店最后没有了，你再想找工作的事，就是每一刻都要按住当下。你看你在这儿喝着茶，然后问我未来的事，这个是最未来。即使我说了，你就那么相信我说的对吗？你回去就完了，而且呢。我说的对不对，对你又有什么呀呢？你呢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是这样。如果我们这不能说你啊，就有的人问我两年三年，谁知道我们能活多久。你不安住当下吗？是不是当下就是当下的事。你今天嫁了老公，是不是老公就是这样子，他很爱你 OK 了，你不就是找个爱人吗？是吧，大家是个伴侣嘛，生活上的伴侣。你病的时候，或者需要倒一杯水的，老公帮你倒，或者他病的时候你照顾嘛，呵护嘛，就是个伴侣结伴往前生活走嘛。然后他开了个店，他也就那些成本或者那种，就算他再有才华，他机缘不具足嘛。这就是我说，你知道一个人有才华就能做成功事啊，一个人有才华还得有善报，有善报还得有机缘，是吧？有机缘跟善报，有才华还得善报熟了，不熟你那果子不熟你咋吃？他逆报熟了，再有才华死得更快。他才华，他特有才华，他逆缘熟了，他跑得更快，他那个报果子更快吃的，更苦。所以不是有才华就能做事的，知道？现在老公在那儿，你们还有个小店，足以维持你们的生计，而且两个年轻，这已经是最幸福的事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幸福的日子，但是你一直想未来。你因为他你的梦想在未来，你觉得有一个更很瑰丽的让你画吧，你也没画出来那个未来是啥样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总觉得现在不够，是不是？这样你就是真的是不错过了眼前的幸福，去追求那种虚梦幻泡影的未来。按住当下嘛，虽然说你说我要个孩子好慢慢瞧嘛，不就是要个孩子嘛，是吧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啊，这是吧，说我身体啊哪块有没有慢慢调吧，老公也调调，你也调调，这不就有了，是吧？然后呢按住这儿喝茶，就这样。生活有啥呢？明天你说哎呀我也要去传法，或者是我，那你坐这儿，今天我坐这儿，我喝茶，你说吧，有啥呢？不就是这样说？哎，有的人说哎老师我挺羡慕你的，我说行，明天你坐哪儿我在哪儿，我坐你旁边，我听你给他说，是吧？不是的，其实做这真的是一样的嘛。嗯，你真不知道这一样的，大家梦境里面只不过是角色不同，就像一台戏一样的，你扮演听众，我扮演说话那个，一个听一个说，真的是一台戏，就是这样。大家一起唱，没有哪个也不行。你看我说你不在，这台戏唱不下去吧？总有一个在听，一个在说，他这台戏才能完成。我们是同等重要的。所以你忽略了你的重要，你在这个世界很重要，然后你总想做别人，你觉得别人那个位置重要，跟你坐上去你也不觉得，说句实话你也不觉得多重要，你还觉得烦恼。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了，那就做点事吧，是吧？既然一不小心来了，你看这来了，你就那总得给这个世界，你看你吃了谁家东西，你还喝了人家水，用了人家东西，还呼吸了人家空气，你啥也不留，留点礼物再走嘛，是吧？这不要发大愁心，你走的你吃了就白吃了，留点礼物，无怨无悔的干点活走吧。不喜欢就走呗，啥也不干，不想给地球留点东西，留点好东西，都不好意思，然后就想飞，来了就做好人嘛，地球上是人嘛，人最高的动物，来了做个好人，在地球上玩玩，不就这点问题嘛。做好人很难，做啥还能做个好人？你把自己当成从外星球过来旅游的，你就没那么纠结，你知道吗？你做个客人你还有啥呢？人家地球人欢迎你，你就老老实实待，啊，觉得挺好的。人家不欢迎你，老老实夹着枪兵赶紧走啊，就悄悄待着，别让人家煮了吃了。
土著，你万一不是土著吃了你咋办？所以有美丽小长翅膀的，有梦想的，你来地球了，那就在地球赶紧，人家说需要啥你做啥。地球说我地下要种个啥，你赶紧，哎呀，我还能想出来了，那个东西能种上去，赶紧给人家弄。不然你白吃白住白喝，人家没有你，你啥也不干，想跑，还夜里人家地球，人家我们还不想要你们呢，是吧？人家就说，你不要黄皮肤嘛，是吧？你不也七情六欲一大堆嘛，还假清高，所以我就这样活的，就是来地球觉得路过做个客人，人家嫌弃我的时候不敢吱声。偷来的嘛，吃了人家的，喝了地球上的东西，谁嫌弃也觉得没准人家是土著，是吧？人家不嫌弃，哎，咱俩唠唠，这样就轻松了。那说你刚才说我气脉好紧好浊，应该怎么办？就是大壮，不一直在说吗？你就静下来听吗？你。就是有时候大家在聊的时候，其实也是说你的问题嘛，是吧？气脉浊有很多原因的吧，一个是饮食，要吃素，吃素比较没那么荤素。我是想吃素，但是不行，那就算了。然后还有就是，不是我吃不了，是家人要吃，然后是的，多少也会吃到一些。那就吃到一些没关系，我是只是告诉你为什么浊。你做不做那是说我想听听，那是你自己想办法。可能饮食的吃肉多的人红肿，还有就是欲望重的人红肿，执着重的人红肿，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对母亲是特执着的人红肿，还有欲望七情六欲特，就是贪嗔痴慢特重的人也红肿，杀盗淫重的人红肿，就是这样。就要清理的话，这些东西停下来。嗯。不是我前面说的，因为什么后说这些东西不动，你坐在坐垫上，有的就是练腿软，那叫练盘腿，心还在红尘里边蠢蠢欲动，然后腿再软有什么用？那不人家那些杂技演员那些都会很软，是吧？心坐在坐垫上蠢蠢欲动，想着红尘的种种美好，然后腿，哎呀腿疼啊，哎呀我今天又散乱了，这不我们犯的错吗？那你做到何年何月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，只要我一念心清净，其实这些整个就清净了，我们的心脉什么整个就会清净，只是物质设施。你一念清净只清净一念。我就是说静的时候这些它就是清净的，这当下这一刻就是清净的，但是欲望一起的话它就会把一些如果那当然时时清净就时时清净，我问一下，你这个话我不答，你知道吧？你要说一念清净，我都是清净的，我时时清净，那你本来就是佛，有啥清净不清净？你要是从根上答，你就这个话就本来就是在梦中问的。好，问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是梦话，就是我知道了，那只能不吱声。等着你清静，随便你是几念清静，你等着吧。